模仿李佳琦的小男生又出搞笑视频，没想到亲爹更戏精，倒压日常表情第八弹来了。模仿李佳琦的小朋友们也 get 到了精髓，连李佳琦本尊也忍不住给他打 call。 宣传儿童节未成年人普法奢华套装，爸爸妈妈都很有才，国家一级演员，影派小生第六代传人，他的爸爸更是把飙戏变成父子日常，平时拍视频也只是为了开心。